主要用途 LK 万里主要用于洗床、磨床、夹持弓箭加工，采新结构且强度设计，可强而有力的夹持弓箭，可用于 CNC 洗床，采并列式的使用，可视加工弓箭大小来选择产品规格及型号。技术规格：材质 YK30， 硬度56至60度，平行度100毫米0.003毫米，垂直度100毫米0.004毫米，夹持范围 LK60 0至80毫米、 LK80 0至100毫米、 LK100 0至125毫米。使用范例：清洁磁盘及万力基准面，将万力放在磁盘上，校正平行旋转磁盘开关按位置，清除工作物毛边，将弓箭放置于万力壶口，松开固定板螺丝，将滑块与弓箭接触，锁紧固定板固定螺丝，用六角扳手放入滑块固定螺丝，锁紧螺丝夹紧工作物即可研磨弓箭。研磨完成后，逆时针将滑块固定螺丝放松，取下弓箭。注意事项与保养：一、研磨前必须保证磁盘平面之平行度，否则会影响加工工作物之精度。二、在夹持产品时要注意清洁前口基准面，否则影响加工精度，操作时勿碰撞及损伤。三、用完后用毛刷清理干净，并上防锈油，以确保精度，收放于工具盒内。